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火箭少女101成员杨超越在今年5月曾和原公司男老板同游日本，瞬间引发热议。7月6号下午，杨超越老板在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图中老板与女友甜蜜靠肩，而杨超越则坐在两人对面划手机，间接证明当时是三人同游日本，并非网络传言的两人同游。杨超越本人也出面发博怼网友管得宽，称你家住海边吗？而粉丝则十分气愤杨超越陷入谣言风波，纷纷在老板微博下方留言表达愤怒，造谣犯法，请尽快处理一下谣言，赶快发律师函。芒果拉新闻，谨慎吃瓜，拒绝造谣哟，报道。